对目前的事态表示关切。中方一贯主张，对话协商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当前形势下，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升级的举动都是不可取的。延续半岛对话缓和势头，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符合各方共同利益。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相互释放善意，尽快恢复对话，积极寻求打破僵局的方案。中方将继续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推动政治解决半岛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中韩互为重要的近邻和重要的合作伙伴。尹锡悦先生当选韩国总统后，习近平主席即致电表示祝贺，表达重视和发展中韩关系的积极立场。中韩双方都高度重视高层互动对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引领作用。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现在下定的话，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愚帮你来打折。